好，大家好啊！这两天感冒了，在家天天吃外卖，今天出来吃顿好的，咱来吃铁锅炖。他家都是这种拿砖头砌的，然后里面是拿柴火烧的铁锅炖。哇，现在开始加各种配菜了，我们还点了一些凉菜，这个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炝拌土豆片儿。尝尝什么味道？我还以为这是我们点的土豆片呢，结果这是店家送的萝卜片。这应该再糊个20分钟就差不多好了。现在开始给我们糊大饼子，哇！然后来一个泡椒凤爪，这个酸酸凉凉的特别好吃。炝拌土豆丝儿，这我看着跟普通的炒土豆丝儿没啥区别啊，尝一口啊。炝拌的土豆丝儿有点咸啊，这个东西。哇，出锅了，这个酸菜排骨铁锅炖看着也太香了。我们现在把锅从这边划分，那边是吃香菜区，这边是吃葱花区，没有两个共存的地方。先来一个炖了好久的藕片。这个藕片它入味了，但是还是很脆，真的好棒。来点大酸菜，大大的排骨，再来一口粘苞米。拿大饼子蘸一下这个铁锅炖的汤，老香了。吃完饭取了买的快递，然后之后发现东西拉姐姐送我回来的车上了，真的是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这个草莓车遍布这个我家这条街的时候了。我想要去取我拉的东西去了，今天是快递，拜拜。